晨珠暮鼓，千年长安，赫赫学府，浩浩理工，百年办学，薪火相继，西至芳华，长歌奋进，一代代犀利工人秉承祖国荣誉责任校训，艰苦奋斗，自强不息，努力向前，赓续华章。金源三脉，小庄并校，实有北京机械学院。北洋入陕，众水合一，遂立陕西工业大学。京陕两元，两脉闭合，视为陕西机械学院。改革奋进，再起新篇，更名西安理工大学。进入新世纪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学校发展进入快车道，续写新华章。作为西部地区水利水电、装备制造、印刷包装行业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和科研中心之一，学校先后入选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、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实施院校、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。2020年7月，陕西省人民政府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签署协议，共建西安理工大学，成为学校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。培根铸魂育新人，守正创新谱新篇。学校坚持育人为本、知行统一的办学理念，以办西理工特色的一流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目标，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学校现有普通全日制本科生18000余名，博士、硕士研究生近8000名，设有67个本科专业，其中25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学校是全国最早开展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高校之一。自2012年至今，已先后有16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证，10个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。9门课程入选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，同时有32个专业入选陕西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，16个专业为陕西省特色专业，8个专业为陕西省名牌专业。学校是陕西省首家实行完全学分制试点的高校，教育部首批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61所高校之一，是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。2013年，学校作为全国试点高校，率先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。2011年，获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工作先进单位。学校现建有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18个省级本科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3个省级本科高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。学科引领，科研支撑，今后城市共襄一流。学校是全国首批博士、硕士、学士学位授予单位之一，现有1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、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、2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、13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、9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，现有1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、21个陕西省重点学科、12个陕西省优势学科、1个陕西省一流学科。工程学学科、材料科学、
环境生态学学科。